欢迎来到《逆之奇幻 Game 图》，踏上你的旅途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导游阿奕。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旅》出现了新的复制笔，你现在可以复制任何拥有紧的装备，而且这个方法都适用于最新的版本。这个 channel 除了会以不专业的角度为大家带来不同的游戏攻略和资讯之外，还会解答观众一切的游戏疑难。帮到你的话，不妨给个 like、share 出去和订阅这个 channel。最后留意 Facebook 和 Instagram， 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更多 channel。例如我要复制海利亚盾，所以我要装备了它作为复制对象，跟住我哋按加号去保存游戏，唔好离开 menu， 翻翻去盾牌画面。而家我哋要掉走海利亚盾，然后装备其他嘅盾，之后快速按两次加号，令到 menu 快速消失再重新出现。如果冇做到呢点嘅话，就复制唔到㗎啦，要从头再试。跟住将装备紧嘅盾都掉低，然后我哋再入啱啱嘅存档。你会发现地下有一个海利亚盾，我哋嘅背脊都有一个，悭返修理武器嘅麻烦。你哋能够复制自己最强大嘅武器，亦都啱合成过嘅武器用嘅。最后提一句啦，自己决定系咪用笔嚟玩。今集嘅片就嚟到呢度，之后会有更加多萨尔达传说、王国之类嘅片嘅，唔想错过嘅就记得订阅啦。有啲咩问题喺留言嗰度问我啦，走之前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我哋下次旅途再见，拜拜。